汉语拼音字母表是由23个声母、24个韵母和16个整体认读音节构成的。现在我们先读23个声母：b、p、m、f、d、t、n、l、g、k、h、g。七、西、支、吃、诗、日、滋、呲、思、衣、屋。然后我们再读24个韵母。24个韵母包括6个单韵母、9个复韵母和9个鼻韵母。我们先读6个单韵母。啊，喔，呃，一，乌，吁，然后读9个复韵母：i、a、v、ao、ou、iu、ye、约、er。9个鼻韵母包括5个前鼻韵母和4个后鼻韵母。5个前鼻韵母是安、恩、音、温、晕。4个后鼻韵母是昂、嗯、英、翁。汉语拼音字母表还包含16个整体认读音节，它们是支、吃、诗、日、滋、呲、思。一、乌、吁、耶、约、音、晕、冤、英。好了，上面讲的就是汉语拼音字母表。下面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：汉语拼音字母表包括23个声母、24个韵母和16个整体认读音节。刚才我给大家已经朗读过了，其中呢，这24个韵母包括6个单韵母、9个复韵母和9个鼻韵母。以上是我对汉语拼音字母表的简单讲解，希望大家能熟练掌握汉语拼音。熟悉了汉语拼音，学习中文也就不难了。谢谢收看。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。